吴思远主任委员首先介绍了国大代表候选人谢炳南跟立法委员候选人吴金赞和记者们见面，然后赞扬他们个人的成就和对金门的贡献。同时，谢炳南跟吴金赞也表示要尽全力去赢得这次竞选的胜利。会后，吴主任委员和金门县长吴汉文代表金门党务兼特派员和书记长。 分别赴金门的角落去慰问登记参加这项选举而没有获得提名的党内人士。这项座谈会是由台中市党部主任委员王涛主持。王主任委员首先介绍了这七位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和新闻界见面，他们是获得市长提名的陈端堂。 成员候选人赖荣森和廖荣琪，立法委员候选人张启仲和农民团体郭大代表候选人廖坤元，妇女郭大代表候选人张乃采莲和青信郭大代表候选人何宗龙，他们在会中一致表示，决定服从党的纪律，团结合作，以争取党的整体胜利。 座谈会由主任委员高宗仁主持。座谈会中，首先由高主任委员介绍各提名候选人和新闻界见面，并且介绍各候选人的服务事迹和竞选抱负。座谈会中，并且由县长候选人陈家雄代表致辞，表示今后将遵照蒋院长的指示，革除陋习，根绝漏规，肃清贪污，整治吏治的训示。 开辟裁员，执行绩效预算，解决失业问题等来答谢各界的主持和栽培。记者会由县党部主任委员张汉飞主持。他在会中首先介绍各候选人和新闻界见面，他们是国代候选人李龙兴，省议员候选人林修龙、谢昆山、杨欣怡。 国代候选人李耀天，立委候选人张文健，县长候选人高玉仁，省议员候选人林耿清和江恩。各候选人也分别在会中讲了话，要求大家给予全力的支持。